的三节配酒，现在是端午节。那端午节的配酒呢？那我们金门的社席民众了哈，只要满一年就可以那个领那个配酒。那也是配一箱，那一箱一瓶是每一瓶都是1000CC 的。那市价大概差不多在10000块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的配酒呢，还是需要民众要花4800块去跟他购买。那一般在市面上呢，比较加满框当中哦，是近万块左右啦，有到5000-5500的那个价差嘛。那一般的酒商像这一次，据说可以收就是扣除4800，民众还可以卖出去，就让酒商收，还有到3500-3700左右。哦，现在比较差的啦，过年的那个百年的时候，一个人，一个人哦，一节哦，差不多6000-8000块。有分两千哦，这一千的，这一千的，一千的哦，哦。啊，你六百。啊，到外久才当？啊，到外久才当？一年啊。一年啊。啊，那不来领的呢？不来领就交回去啊。交回去哦。那我好像比这十几年，我唔捌领过嘞。唔捌领，你看你。会上高领，会上高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当偷偷等下呗。哎呀，会使啊，你个偷啊。会使啊，大雕。对，他们的货运站都在那边设那个。哦。设运输站的对吧？对对对，这是要寄走的。寄走的。啊！伊人不管是对一个拢啊，介到遐就对啊。那个是无伊，既是哪一种寄啊？我来买，我要寄到台湾买哦，台湾的亲戚朋友。